大家早安，现在是早上7点多一点点，因为我们要去早市，早上还可以拍一下我们的房间给你看。我们三个人一起睡一个简单的地铺，外面这是我们的一个小中继站啊，一个厕所在这里，那边就是放一些杂物啊，如果今天要吃饭或什么也可以在那里。我们的门外。这是我们阳台的风景，你看那里有一个海，好赞哦！一大清早，牙都还没刷，急着跟你们分享。我的伙伴开始操弄早餐了，另外一个伙伴在外面边刷牙边看风景。我现在要来吃孕妇妈妈的日常。早上起来之后空腹，我先喝胶原蛋白，但我不给你们看我喝什么，看到时候有没有厂商来找我。我会吃鱼油、叶酸、维他命 D、C、钙片这样。之后还有好多东西要吃，每天早上先吃这些，差不多就饱了。很多人私讯问我保养品吃什么品牌的啊，我很难回答你们，因为每个人体质不一样，而且到时候万一你吃了你觉得没有效，你回来怪我，我会很尴尬。保健品应该都大同小异啊。我们今天去市场的目的啊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，就是有关注我的限动照，我最近在煮那个罗宋汤。我终于有机会可以煮给我的伙伴吃了。这几天我们都会住在一起，就觉得哎，在这边办办公、放放空、煮煮汤，很惬意。我现在要去厕所换我今天早上要出去的衣服，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的。然后早上要擦很多的妊娠油，吹一下头发，来出来看你们。就是感觉早上起床的装扮再配一个羽绒外套，普通吧。好，我们要去吃早餐了。我们来到了长滨的市场，现在要来买食材。听说这个市场就现在已经很偏远了。花椰菜，阿姨鸡汤搁在上面。来吃啊！哦，就好吃，你在家。我们站在这边，一看就是都市人，我们好不接地气哦。青椒，嗯，青椒这里。好可爱的老板。虽然我不是一个很会逛市场的市场控，但是我突然觉得在市场，你看可以看到后面的这座山。什么市场可以看到山啊？好酷哦！而且这边的老板都很热情，喜欢。你要买哦、这个，不是你们的，我们怎样？想感冒，你感冒，他们吃了葱就不会感冒。欢迎来到我的不专业厨房，还学小众歌这样？没有啦，没有，我是正好这次买了一堆菜，然后很想秀出来，就是台东还有很多台北没有的菜色，像这个什么猪葱啊、山茼蒿，这是什么？说不出来的名字，它不是大陆，它叫做说不出来的名字。还有一个感觉很像小南瓜，可爱啊！这个也是老板送的，他说可以直接吃。他们说这是海类的一种，我觉得看起来就是海带啦，等下来试试看。第一件事情我要来做第一次做的安东炖鸡，刚刚他已经把红萝卜去皮了，因为安东炖鸡我没有要炖那么久，所以我就去皮，这样皮才会烂。我要给它切块，这是刀子很不利，这是民宿的刀子，看起来很可怕。我不是一个会做菜的人哦，先说做菜魔人，不要来在这样子，怎样不对什么？我就做自己开心。稍微这个水要淹过食材，火先转大让它滚，之后再把火转小，给它炖个一下再来看成果。嗯，高丽菜了啦，笑死我自己了，感觉不好吃哎。就先倒一些油进去，这样子够吗？老师在旁边偷教，你就说是你教我的，那有什么关系？这个蛋呢，里面就是有蛋，还有这个酱油啊，酱油，然后。花碗研发，然后刚刚的那个葱的末一直绕圈圈，还是看第三只手。我的二厨，哎，我的二厨就是这样，他只是一种表现。这个煎蛋就是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演成假装是我做，这不是我做的啊。
肉啊。晚上好，今天就这样结束了，现在又到了睡觉时间，已经洗好澡了，先跟大家说晚安咯。明天我要喝我今天偷偷煮了，也没有偷偷啦，就煮了一整天的罗宋汤。我们还会去一个景点，下一集要准时看咯，拜拜。你等一下就夹这边，然后让它这样甩过来。我要甩锅吗？既然我甩锅，就是等一下我就学得会了，让我掉出来没关系，掉出来我们还吃。那你大概告诉我怎么用？第一次甩锅耶。夹着甩吗？对，甩，注意啊。差点成功，嗨！没有人在撑到哈，没有，成功，很棒。